周深，你确定是同一个人吗？这两天，周深 cos 玉兔的可爱扮相充斥着生米的网络，却有很多路人粉翻出了魔都音乐节的小视频，疑惑地问：这真的是同一个人吗？视频由娱乐叨叨叨不停和周深速递制作上传，其他账号均为盗窃。生米们都知道，周深有个周三岁的昵称，就是说他天真可爱，但他在舞台上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歌手，是个大魔王，是被央视认证的磅礴大气的时代之声。而舞台之下，他就是一个纯纯的小可爱，蹦蹦跳跳，害羞还爱怼粉，像个的小猫猫，不对，现在是个小白兔了。所以很多路人都非常疑惑，这真的是一个人吗？小编辑的清末怪杰末代狂儒辜鸿铭曾说，真正的中国人是这样一个人，他过着具有成年人的理性却具有孩童的心灵这样一种生活。而周深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心灵如孩童般纯净率真，而在梦想的坚持和抉择上却有着大多数成年人没有的理智、冷静和坚守。他真的就是杨绛所说的灵魂深处有净土的干净的人。所以他在综艺节目上和在舞台上几乎完全是两个人，这也恰恰说明了周深是一个真诚不做作的人。你喜欢这样的周深吗？